好，我今天呢要来访问，就是跟我们一起住香客大楼的姐姐。然后呢，她就说，有故事，真白沙屯妈祖的故事，想要跟我分享一下。好，姐姐可以分享了。啊，都前两年吼，妈祖要行路的时阵哈，因为我人较老啦，啊啦较矮，啊都看无啦。吼，头前吼，我都看一只桥吼来吼，迄个桥吼修啊真水，但是我都看未清楚。有只少年的吼，举一支安尼悬悬安尼翕相，互我看到吼。我心肝内就一直想讲，哦，这只桥吼来有我的面头前经过，互我看吼，唔知偌好。我足喜欢看到迄。咱这桥吼，啊，绣啊足水个安尼，啊，足精准个，足精水，很漂亮。吼，啊，结果吼，我安尼想吼，本来迄个桥是拢直直行去个吼，啊，真奇怪，迄只桥怎啊向我个头前安尼行过，转过来这样给你看。嘿，是啊，是啊。妈祖真的都有听到，对啊，对啊，很神奇吼。我心声，嘿，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安尼有欢，那时候你就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高兴。啊，你这样进香多几年了？四年啊，对啊。四年，对啊。啊，今年这样子走下来，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？我是感觉讲吼，大家吼安尼，那会使用来跟妈祖行吼，啊，甲你的感觉吼。安尼来跟妈祖有心声来跟妈祖讲，妈祖拢会跟你道完成。真的，真的，妈祖什么？你只要有事情想求妈祖，一定妈祖一定会帮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安尼，就感心呗，对不？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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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姐，谢谢分享的很好哎。要露一半啦，露一，你戴口罩就好，露口罩就好了，不要露到这边。影片要到红才看得到。香客，嘿，香，还香灯脚哈，跟我住就是坐同一个游览车的姐姐哈，然后呢，她今年是第一次徒步，对不对？对，分享一下你走到现在，今天是第五天，然后今天第五天，嘿，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徒步进香？因为我都听说那个白沙屯妈祖很灵验，很灵验。对，后来我就说，啊，那我一定要来走看看。我是带着很虔诚的心来走的。那我就带我家里人的衣服。带小孩来啊，先生啊，孙子他们的衣服我都全带来了。那然后我的心愿就是，我一定要弄丢卡，就是带着家人整个就是。弄给我看，然后让他们也平安在。我就他停假停在那个第一个晚上，嘿，第一个晚上他是停在那个兴隆那边，然后我就带着义务去那边跟他讲，讲说我的心念就是要来弄给他，把我家里的人的衣服都带来，是就给他听。后来真的那一天，等到时间五点到的时候要弄给我看，我尿急呀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糟糕了，那我会不会赶不上？对对，赶不上。对，后来我就在那排队，又听到他在敲那个声音，在紧张的声音，紧张的。我想说啊，这个今天没有机会了。后来想不到，我真的尿出来，竟然我可以刚刚好，我可以弄给我卡。我就做到了，拍手拍手哦！拍完之后，我还有一个心愿，是什么心愿？希望我可以走在他的那个轿旁边，可以让我走一段。真的，我这个心也达成了。哇，真的，真的走在轿旁边很不容易耶。这连五天来，我每天早上都走在轿的旁边。哇，你好棒啊！第一年第一次，然后都走在轿旁边。对，第一次。好棒好棒、那我下午就没有想说那么多人都要走在轿的旁边了、对，那我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去做，就是你要有信心的话就会达成你的愿望。对，这个真的是真真确确，就是你在徒步进香的时候，你的那颗心要真的，就是真的那个信念要你很想要的时候，妈祖就会给你，对，对不对？就会实现，然后就会你许的愿望就马上成真，然后就很开心。对对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大家都是那个妈祖的信徒啊。是，如果你有心愿，想要
想要达成的话，是给他祈求，绝对没问题。对，会一颗真诚的心，对，一颗真诚的心，绝对能会达成你的希望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！希望大家来追随。对，我们的白沙屯妈 祖，你只要走过第一次，你绝对明年还想不想参加？明年哦，嗯，有没有想啊？会不会想要让家人或是其他朋友来也来参加？有想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就是一个传统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让大家，你看像我们 这段期间，虽然大家很累，但是我们都很善良，你不觉得大家都是很互相帮忙？对啊，真的，对，然后就很感动，对，互相，对对对对，也不会说什么哎呀你怎样啊，没有这一回事的，大家都会为了妈祖，对对，大家会在鼓励加油啊，啊，你要有信心啊，对对对对，有什么问题上下车会互相扶持啊，对，那有什么问题的话。不懂，对，别人都会告诉你。你只要一开口，马上都有，都没问题，人家都会教你。对，妈祖会安排人来教你。有经验的人会告诉没有经验的人。对对对对，大家如果之后要参加的话，真的不要担心，因为其实很多香灯脚会互相帮忙的。对，对，然后这个是第一年，给他拍手，哇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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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